多蓝剑。重新夺回这片本就属于蛮荒的土地。我是神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小光头，如果战士的心中没有我，我们来吧，狗熊。这把我是黑熊精，给你搓个头。鲜血之河，我的兄长都给你讲了什么？懦夫，战斗让兄弟沸腾，一切都将光大走了。三个人了，谢谢狗贼的二叔内子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三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四分之一了。谢谢我的逼里有刀片，感谢牛牛即是正义，五分之一啊，还有五十秒开奖。谢谢狗贼三叔，三的二叔内子。直接炸他一手。撕裂吧，谢谢未来。许多人在终结我，可我是神。我们这是宿敌呀、啊。生了。给他搓个奥恩，再活个几百年，见怪不怪了。给你搓个奥恩，恭喜吹出腿，感谢水莲可爱喵的亲叔叔。敲碎他 A 抛平 A 炸，哎呀呀呀，疼，抛出上来拍炮点炎咬平 A， 这虚区就是这么高，这个爆发。走回家，逼他一下，回家了。看看这把出个啥啊？两个红宝石，给我诱起来，把这个卖了，出个小药。山羊是狗熊的哥哥，不知道啊。谁知道他们谁是谁呀？猴哥再抽一千吧，一会儿的。别着急抽，我这是抽了，我再上当了，老让我上当。哎呀，咆哮令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给你搓个奥恩，给你搓一个。
风暴。我就插个眼儿的，这也不打呀。炸，没炸到。你无法驯服闪电。我一点也不在乎。谁说一点也不在乎？奥恩说的一点也不在乎啊！我给你戳个奥恩。懦夫，你这个懦夫！好。是真猥琐，哎，打呀！到底打不打？那就无限推线啊！他打了个日炎出来。我回家了，我也打个日炎出来去，咱俩得互混吧。该干什么？冰拳日炎出哪个？出冰拳可以变大，出日炎可以虚虚高。这把我们家阵容还不错，咱可以来个冰拳。哎呀，真能偷了。这种没有突进的英雄是真烦。他不跟我打，我也没办法。失去了野心，不用带领他们。麻他，那不浪费了麻的干啥呀？爱打不打吧，反正我们家优势局，你乐打不打？我也不着急。他要打指定就是来人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快跑，直接跑，都不回头。他要敢跟我打，那100%是旁边来人了，反常了。他能去查眼，说明旁边一定有人。我不打，我也不打了。而且他如果在线上一定是推线的，知道吧？如果他不推线，那一定就是旁边有人。我将解开弗雷尔桌子的束缚。大爷的，
你开始打上了啊！开始打上了，臭弟弟！你大爷的，这回知道打了。来个日炎，他指定出日炎的，我们也出日炎，算了，出个屁日炎，我们大冰拳吧，大一点。我披挂着雷霆，再次崛起。我用鲜血与骸骨铺就我的道路。减速50%。舔这个，舔这个，舔这个 ，Q 这个呀！往这走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往这走。我们先干卡特啊！你怎么的呀？我回收别人去了。真又啊，阿木木！我为了你们，我连日炎都不出。你知道冰拳跟日炎差多少伤害？咬！再咬，你的心我吃定了，要吃心呐、啊，黑熊精。我们家阵容不错，所以我们出啥装备这把应该都能赢，我就无所谓了。如果不好赢的话，我就得出日炎了。好顶 ，W A A 踩，摇曳，我打上了还。是他一层塔皮。5秒。正好差1秒，哎呀，有的时候这1秒钟啊，真的是要人命啊！不用你跟我掏，再见！别，还追你，追！回家了。我听到他们在召唤巴尔阿尔，雷霸迈出的。先来个水银海，下一件装备我们出跑快快，其实应该来点魔抗。板甲自然之力，你还不走？我今天不追死你个老山羊！
我先给你搓个三羊，放 Q， 追，打破溜一下，哦，谢谢瑞文。瑞文还让人头，我的好瑞文。1300，我可拆塔了。这一个 Q 能打多少血呀？117。怎么的，我这是开大招拆塔不行呗，就硬拆。这家伙不让拆是吧，这人太他娘的多了，还给我踹飞了。还我应该闪现拆，刚才我应该闪现拆塔，我把这塔给他拔了。好像血瓶不用卖，买个多兰戒应该够了。闪现回去 A， 确实应该闪现回去 A 塔。等一下啊，我们马上要大一大了，大，大了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慢慢大。也不会那么一下就大很多，得慢慢来。你们怎么把那瑞文给卖了呢？我来了！耶耶耶！耶耶耶耶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我追。耶耶，你有伤害吗你？逃，别惹我啊，假装找祭司不严，我一个屁墩儿。人呢，给我杀。回血，靠，这么多闪现玩屁呀、啊、吸血耶，还好我够右。下件装备，自然之力。我的姐妹们是神，只长着冰与炎，还有永恒寒冬。跑得快就行，狗熊就不能被封了，就得跑得快。哎，这瑞文的连招可以的呀。几个人啊？快来，小光头！开干了，开干了！扫一下有没有眼儿啊？这局啊，我们可以杀这寒冰了。走出来，来，寒冰，就你叫寒冰是吧？呀呀呀！炸，掏，往前追！呀呀呀！呀呀呀！一下子，耶！中推，可以打大龙其实。
4:30啊。